你怎么不先说一声就提早回来？要给妈时间帮你把房间整理好。我先上楼了。不管是五年前还是现在，为什么老是用那种眼神看我，惹我不高兴？我知道所有真相，却还是放过你。我忍耐你，是因为认真。我在鹏翅大桥上，我被骗得很惨。被骗多少？1亿。1亿吗？什么？先生，你可以载我去铜雀大桥吗？这关系到一个人的性命。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到8点，我的眼里只有你，全台首播。